了家，我现在要去叫邵浩帆起床了。走，起来，起床。跟镜头打个招呼。Hello。起来。想清醒只需四步。第一步，润湿面部。第二步，将氨基酸洗面奶揉搓起泡，并温柔地涂在脸上。你看，这个洗面奶好多泡泡哦。这个红芝氨基酸洗面奶的泡泡非常的细腻，非常的温柔，还有淡淡的椰香，我很喜欢。第三步，做脸部清净按摩操。第四步，清洗干净，